爸爸，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看。在包包里面，肚子里面，他就是都趴着的，所以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啊。他现在正在适应那个现在的那个光线跟那个，他会哭哈，因为要让他哭出来，他的肚子的东西才会出来。只是问他那个鼻涕可不可以擦，他们整个脸都是鼻涕，眼泪那么多，巴掌那么大啊！你要哭起来跟那宝宝一样凶啊！对，跟他一样，爸爸很凶。他爸爸小时候哭起来就像他这么凶，整个脸都是鼻涕。他吃东西了，他吃你。等他早年你不要碰到你手，有没有洗啊？不能让他那个啦，刚刚不能让他转，没关系。没有啦，他很受鼻涕。他要再转回来，去拿卫生纸帮他擦。你手去洗一洗，你手去洗一洗。不要哭啊，熊爸爸！不要哭啊，熊爸爸！不要哭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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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